九五后的婚姻生活都是独立的吗？子琪，你又打电话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在忙啊？子琪，你干嘛呢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继续喝。哎，来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挂了啊。你就穿这个去给小宝参加家长会？什么家长会？昨天晚上老师在群里发了，你没看？不是，你看到了你就去呗，实在不行让妈去。哎，我上班。哎，妈，你看哪有像这样的儿媳妇儿？行了，一会儿我收拾。哎，小月，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下周一就上班了。哎，怎么这么早就去工作啊？哎，小东一个人挣钱也不容易。下周啊，白天我婆婆来帮忙带孩子，我就去上班，晚上回来我带。哎呦妈，这小月真是长大了啊，现在是既能赚钱又能顾家。哎，不像你嫂子，我真应该把她叫回来跟你学学怎么当个好媳妇儿。真是太过分了。哎，是吧，都怪我当初看走眼了。哥，看走眼的是我嫂子，不是你。你现在觉着子琪不顾家了，当初她顾家的时候你怎么也嫌弃她呀？买的什么呀？啊，我囤了点日用品。自由点益生菌卫生巾，现在卫生巾里面也加益生菌了。它和普通卫生巾可不一样，这个呀是虞书欣同款，里面添加了女性益生菌，能有效减少有害菌的滋生，让经期更健康。而且呀，爸绑了卫生巾金榜、爆款榜、百元以上卫生巾榜，而且还有国家专利呢。这自由点益生菌卫生巾薄的和纸一样，透气应该不错，就是会不会漏啊？它的吸收力和干爽度可是拉满了，长时间不换也干干爽爽的。而且啊，晚上量多的时候，我特别爱用这个自由点益生菌安睡裤，一晚上不换也不会闷痒，怎么翻身都不会漏。妈，我买这些没花多少钱。妈知道，你继续整理，今晚我做饭。我说怎么才没几车就没钱了啊？这光给自己买东西了，就只有……哎呦，我真是羡慕楼下小刘，哎，人家媳妇既能勤俭持家，还能赚钱。哎，你说你天天在家享清福还嫌累？我没有。哎，行，你总有理由。小点声，孩子都睡着了。牛帅，小宝发烧了。你怎么当妈的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？你再给我转点钱吧。钱，你就知道钱，你真是不上班不知道挣钱难啊。哎，小宝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你抓紧找个班上吧。好，我没乱花。喂，那我就想让子琪做一个好妻子，那我有错吗？儿子，你想要个既能顾家又能赚钱的好妻子，这没问题也没错，但前提你得是能做到这两点的好丈夫。婚姻是两个人的生活，不是一方心安理得的享受，另一方牺牲式的付出。那小月不就做得到吗？哥，你只看到了我愿意减轻家里的压力出去工作，但你没看到你妹夫下班了以后带孩子为我分担呀。儿子，好女人是没有固定标准的，一个女人无论是全身心的投入家庭，还是全身心的投入工作，都是好妻子，因为他们都想把家庭变得更美好而努力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接完小宝，顺路来接你。公司和幼儿园是两个方向，你挺顺路啊。以后我来接小宝吧，你不用专门跑一趟了。以前是我不对，以后我和你一起分担家里的事儿。